他妈盖住盖住二代怎么学习？ 一般靠上。不可能是因为我天天作息不规律，那我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属于非常优秀的状态。我感觉我的身体很疼痛。还有剩二级，哎，分身五，快点来，杀！二级学了个 E， 不学 Q， 那你怎么可能打得过？ 回家就是一个以太警卫，我这盘教他做诺克。我将解开弗雷尔卓德的束缚。 阴虚，吃什么帝皇丸，那肯定不至于。我当时可不只是阴虚，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压力太大了。 他更严了，这魔不跟他打，跟他打的话容易出事。一旦盲僧在，那么之前杀的可就白杀了。诺克不露头，这盲僧不露头，我是不可能跟他打的。说不定就在这里待着呢。 但是算算时间应该走了。我操，这灭吧！我不是以为我在跟他过家家呢，我都已经准备好杀你了，你还在这里跟我拉扯。我们。 都是蛮荒的血脉。我现在打的是白银分段，不是刚才的电一大师王者。他要是有这意识的话，也不会在这分段待着。 三线勾啊！ 我要是能升个六级，可以再杀一次呀。不用升六级也能杀的，先啃他一口，假装很怕他。算了，下波再说。 许多人都想终结我，可恶！没动手，注意他的闪现，注意瞎子。算了，不动手，回家了。说起来，瞎子。 人呢？真是的，没有必要动手，把他杀了也买不起星界，没必要。以我的风暴，我如果说能感受到诺克的杀意，感觉他想跟我打，那我就跟他打。但是我感受不到他的杀意，我把兵线压过去，他肯定会在这里待着，不吃兵的，那就没必要跟他打了。 迈出的每一步，狂风聚集，雷暴酝酿，敲开他们的脑门。
滋养着土地，这号种子学不到细节了，单纯的碾压。希望下盘能打出细节来。凡人的造物必将磨灭，蛮荒永存。 分段是吧？猛的一打，这分段我得适应适应。<笑>我听到他们在召唤，我不知道他在想啥，他也不知道我在想啥，这整的就猛的一不适应，那确实容易打出这种犯病操作。开始了，又一个懦夫死了。 主要一边倒，莫克风的太快了，我还没有用力呢。希望下盘来个扛揍点，比如说来个帅分段厉害的，好像也就只有莫克，没啥厉害英雄。出山术，出山术也接不起来。 他打得我一头血，我应该两。我厉害，队友也厉害。杀人术就不杀了。一会儿来个纳什之牙，比杀人术还爽。 如果说做得完的话，才是解脱。泥土可望的鲜血，先抓紧 Q 一下，预判。 哎呀！一切都将崩塌。还打断？我这移速是吧？那拿什么跑？我现在的移速就是狗熊没有虚弱之前的移速，甚至说比虚弱之前的移速还快。神奇之靴加行进速率，加上这个星界驱使的。 再加上一个大护甲骑，应该是超过虚弱之前的。我现在啥都不开，都415。第一。
件星剑没必要等雀血，看打什么英雄。像奎桑提这种超级大肉鸡，那就得等雀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老司机，那也得等雀血。要不然你真打不死。还有什么盖伦？盖伦也得等雀血。这个做死后将吞噬你。起了野心，我来带领他们。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星界怎么就不能提一剑出呀？我这两天这三天打的这么多的峡谷之巅跟电机的高端局还不行呀？可以第一剑出，只要你能够在多兰系列只有一个多兰系列装备的时候打出一个人头的优势，你就可以直接出。这个不是说你们想象的多么的极端，很正常的装备。来个纳什，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要一个人头，足以了。感谢我区哥送的钻粉樱花棒子。他们已经忘记了古道，古道没有忘记他们。干啥的？进去。想去哪儿？蓝墙动都不带动的，就这么给他喷死。我也懒得去其他路的，反正我就上路一待，谁爱来找我谁来找，不来找的话就算了。拆了，他十五分钟我拆他个屁，我不拆了，打先锋去。拆的太早，我上路就吃不到兵线了，我还不想拆那么早。风里有铁的味道。莫克只会觉得。他不会觉得我玩的是攻击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他只会觉得我玩的是个数值怪，真他妈脑残英雄，出个一屁他妈不当人，半血给我直接秒了。他现在为啥在那不动啊？正在跟他队友诉苦呢，正在讲述我的罪行的。这里被驯化了。在诺克的眼中，在诺克的口中，我已经成为了无恶不赦的恶人。我啥勾巴操作没有。这边狗能欺负他。惊雷撼动着世界的。大十号也进攻两局，大十号不包输赢。赢几局
看片子，看片子。你们的神都是我的。炸鱼吧，炸鱼没意思。要看着可能杀的挺带劲的，一两盘就完死了。天天炸鱼的话很乏味，打打编辑大师就。我就是风暴。把结束的太快了，下盘加油吧。我连他们家 ADC 长什么样都还没见过，鹿长什么样都见过。